马明芳殿拿姐中伏，周秀娜话佢系黑马王子。昨日娜姐周秀娜咧就出席微电影活动，咁近日忙于拍摄《深宫计》嘅佢咧喺剧中咧就同马明有唔少对手戏。咁日前啊，娜姐就同马明咧就拍摄一场火场嘅英雄救美场口啊，身经百战嘅娜姐都被马明抱起佢嘅英姿吸引，但系叫对方好 man 啊，又激赞马明系黑马王子。我多啲啊，马俊伟啦，咁跟住又同呢兩日都是馬俊偉比較多，同埋馬國明咯，兩個都是馬。馬有緣，喺度馬有緣。佢開工特別快，開工特別快，又特別開心。快馬加鞭啊！係啊，特別開心。係啊，因為有一場戲係講好開心啊，因為有一場戲係講我暈咗喺火場。咁馬國明好型啊，因為佢係將軍啊，即係佢救咗我，即係佢係啊，即係抱住我出去啊，係我真係嗰一晚，我真係嗰一晚係第一次拍呢一套劇咁輕鬆，因為嗰一日係冇對白嘅，我就係翻去瞓覺。佢哋就慘啲咯，佢哋辛苦啲，但係好好啊，即係我都覺得大家可以即有一個咁開心嘅，大家合作得咁愉快嘅劇組，你就會覺得啲即係所有嘢啲時間啊，去即係會 enjoy 去拍呢一個劇，係啊。有冇佢抱起你走？有冇做咗一百馬王子啊？哇！我直頭覺得佢係英雄救美，我直頭係咁同佢講，哇！好型啊你，佢真係救咗我幾次啊！唔知喺個劇入邊，佢唔係白馬王子，佢黑馬王子。黑馬王子因為他哋咧又 keep 住拍外景咧，啲膚色比較黑，同埋佢嗰日真係黑馬王子，因為我嗰日瞓落佢嗰度咧，成塊面都黑曬，因為話佢喺火場出嚟啊嘛，佢成身都係黑色，係啦係啦係啦，咁所以就即係靚唔到，佢唔係白馬，佢係黑馬。